这样，我觉得咱们不卖官司了，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吧，爱的斑马线。男女双方共有一分钟的思考时间，如果真的决定要牵起对方的手，请勇敢地走到我们的舞台中间。60秒，倒计时开始。王健凯，他对今天的这一次现场相亲，他是很认真的。这个男生真的很优秀，不要错过。祝贺谢斌，祝贺王健凯牵手成功。就结束了吗？健凯，你说你心里想说的话。没有，我其实还没想好。我知道了，你心动的那个没有走进来，对吗？对。我明白了。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可以遵从你的选择，也可以跟对方说一声抱歉。抱歉。没事，没关系。很高兴认识。